们就在这里好好好，就是因为你的那个一些采访的资料我都看了，那这些其实是我自己一直也蛮好奇想知道的。对，就是就是你在那个解放报里面讲你八岁开始 coding， 可是那个时候刚好也是全球网际网络的我讲大霹雳的时代，然后台湾的民主也是在那个时候大爆发，这两件事是怎么样影响你成为现在的你可能要问的更具体一点，就是说，因为这两件事它不是两件事，它是两个大趋势，对对，它每个里面大概一亿件事吧，对对对对，所以你可能要问的更具体。好，或者是说，我们先从那个网际网络好，好 okay。这边的这个大洪流里面，有哪一件事情是让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你现在做的事情是跟它是相关的？好啊，其实最大的一件事情应该是。有一个东西叫做 mosaic， mosaic， 对，那它再加上那个 trumpet windsock， 其实大家当时都是用，就1994年在接触 wireless 的时候都是用这两套软体嘛。那其实第一次，它其实是。因为我们知道 Y Web 它本来在做的时候，其实是很像我们今天的共笔的这个想法。当时 Tim Berners-Lee 发明的时候，是大家都用机器连到网站，你看网站哪里不顺眼，你就直接改哦。然后那个网站的站长就会收到你的改变，然后你可以决定，他可以决定要不要接受，但不接受你马上就自己加一个网站在旁边。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用的 Google， 就是 Google Docs， 或者是对，可是其实它本来1994年是设计出来是做这个的。可是问题是说，当时能够玩这个的电脑只有 Next， 那 Next 是一台黑色的很大的方形的电脑，那很贵，而且就是非常少人有那台电脑。所以其实我们用 Mosaic 跟 Winsock， 我们用的是 Web 的缩小版，它的平民版，它基本上只是用来看的，它不能编辑，然后或者说编辑很困难。然后也没有他本来想象的那种，就是即时互动啊什么。我们现在过了20几年才开始习惯的这种东西。对，那但是无论如何，它仍然是比电视或者广播的那个样态要来得多嘛，然后来得自由，你可以切换不同的网站等等。所以对我最有影响一定是这个。其实你问那个年代的，一定都是这样。那一种是什么样的影响？就技术上的影响吗？还是一种 value 上的影响？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它影响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以前是每个人自己写自己的，但现在是说我自己写一段，我到第二段的时候就已经是引用别人的，然后我到第三段的时候干脆连出去了，所以等于说每个人都乐于把本来正在看你的东西的给别人继续带下去，知道我意思吗？那当时很流行叫做 Web Ring。就是说我们这个网站加入一个 ring， 然后这个 ring 里面有10个网站或怎么样，每个都愿意在底下放你的下一个跟你的上一个，这1994年的时候很流行的一个状态嘛。所以那就是又包含空间之间的连带跟互相社群的那种感觉，那这些都是你用本来的 FTP GoFair 或者是反正有 YWeb 以前那个架构都没有办法想象，以前就是一个站就是有一个站长就是把他权力分给版主就是在分给参与者，是一个像中央集权是中央集团的，就 BBS 以前就是这样子。对，那可是你一旦有 Web 的时候突然反转了。好，那谈谈那个民主好了，就是说你像譬如你八岁的时候，应该1989吧，就是就天安门，然后台湾也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对野百合，这些事情对你，因为那时候你才八岁，虽然不能瞧不起八岁的人，但是那时候那个八岁，那种对你的影响，或者说你现在做的事情是有什么样的关联？其实完全一样的，跟我刚刚的那个结构完全一样的，就是以前是有一个独裁者嘛，然后呢，那个独裁者把他的权力分给了这个他的党羽嘛，然后他的党羽在下放到各地的地方势力嘛，地方势力在绑桩嘛，就是说事实上是完全一样一个架构嘛。对，那台湾在89年、90年民主化的一个很主要的诉求，就是要解散掉那些以前觉得可以代表全中国，那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全中国这个概念了，对，就是。地理已经变历史的那个状况，那所以那大家就是来想说，那我们怎么样从下往上翻转？所以当时其实总统直选什么都还不在议程上，对，但大家当时讲的都是社区营造或者社区培力，对，或者我们让至少就是在自己的实务的部分，或者在自己的传销的部分，在自己的言论的部分，这些部分用社区营造的方式一个点牌由下而上做起来，那等到我们有公民素养，我们再来想总统直选。当然很快嘛，96年就直选，对，所以其实是完全一样的结果，就在我脑里这个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结果。那
这个东西，譬如说好了，因为这个我可能就先跳到下一个，就是说这个东西从譬如那个时候走到现在，现在大家觉得这种架构是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的。譬如有的人就是觉得啊，你看现在就是不理性，不什么啊什么就会觉得全世界的那个民主，大家都在检讨全世界民主是在下滑的，可是就是在 decay。你怎么看这种这几十年来的转变？你一直相信这个东西，到现在 still 还是那样的东西？我没有觉得民主的 decay 啊。大部分的人的 worry， 如果是学界的话，譬如说像大家讲到美国，你看会出现一个像川普那样的人，就是。可是川普他也代表蛮大部分的民意啊。就说他本来就是民主这个制度设计出来要传达的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那所以会出现川普这样的人，是表示制度有运作正常。真的，你的想法跟大家对。如果没有出现川普这样的人，反而是制度有问题，因为川普他真的代表很多，就是觉得受到高度自动化、高度贫富不均，他其实是跟占领华尔街那一群人是在很相似的立场上，对，那所以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这样子，对，所以而且他你说他不理性，他蛮理性的，就是一种工具理性啊，只是批判理性嘛，对不对？那工具理性也是一种理性啊，对，他就是把那个当工具用，把理性论述当工具用，那所以我觉得还好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其实因为那个预设我们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接下来。OK， 好，那就是我也是想的是说，那个像你们这个时代，你们很在意 open source 协作。那譬如说你现在所有做，譬如说我们采访，你也是觉得应该要关对，所以对。那像可是就是这种信念对台湾现阶段台湾它。很重要吗？或者是说你觉得它有什么价值哦？因为譬如说像有可能上长一辈的世代，他会觉得说什么东西都我们应该留一手啊，否则别人很快就会抄袭，就把我们会的东西都学会了。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反而是应该越公开呢？你有看过一代宗师吗？一代宗师有啊。对啊，留一手的就跟着他消失了。这是一代宗师里面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如果师父留一手，师父走了，那个东西就没有了。那所以按照自然的这个达尔文的原则，只有不留一手的文化才会留下来。那就是这样。所以我没有觉得说一定哪个重要或哪个不重要，但是到最后留下来的一定是 open 的部分，这个就是事实。好比方说，跟牛顿同时代也有很多人做了很类似的发现，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被学。我们现在我就不记得那些人。那现在台湾在这种对于公开 open source 这个环境，在全世界比较，我们是比较先进的吗？还是是？因为你一旦加入这个空间，国界就消失。就是说我们没有一种授权是，当然我如果错，我旁边的人可以指正，但是我们没有一种授权是我只对台湾的人 open source， 我排除掉所有其他人。不像整个开源界没有人。用类似这种限定国界授权，我从来没有碰过，对不对？所以事实上，就你讲的那个状态，在我们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吧？对不对？应该是完全不存在的。所以你在做这些所有的这些你的奉献、贡献也好，或奉献也好，当中并没有台湾这两个字，没有台湾这两个字。但是我又很好奇，是说像很多年轻的时代，譬如说我们太阳花时代好，或者是年轻时代，他会觉得说我很多事情我就明天自己来做，不要跟公部门合作。可是我又觉得你好像还蛮愿意跟公部门协作，不管是从那个 V 台湾的计划，或者是客发会，你又很愿意跟公部门协作，为什么你会？我没有跟公部门协作，或者是要讲帮忙来蒙点松，是蔡玉玲来就是聚灵 V 的专员黑客松，是他们放弃了他们工人的那个身份，进入私人的领域，然后用私人的，所以他们代表的，在你看来并不是代表一样，你来这个空间，对，然后跟空间里的所有人一样子介绍他们，你并不。不是说这里不是你的生意，这样讲。Okay, 所以说大家都是在同样的环境里，是用这样的方式写作。所以你不是在跟公部门写作，我不是在跟公部门写作，我在跟科华威写作，我在跟蔡英文写作。
但是只是 happen 最后这个结果他们是可以在公部门上面推行，因为我们抛弃掉著作权的意思就是谁都可以。你为什么觉得这个东西对，就是抛公开这个东西对现在这么重要？还是我不觉得对现在重要？我觉得还是打个岔，那我就先走。好，那就你们继续。好，那就再等你的光碟。好 ，Take care。就是开放这个东西，在现阶段很重要吗？还是一直都很重要？还是现在格外重要？我觉得开放这个东西，它从启蒙时期开始就是西方的现代文明的表达方式。那我们说 publish or perish， 就是在说这个嘛，就你不发表你就消失了。这在整个科学界都是这样。对，那所以我其实不太知道说，因为我毕竟也没有在就是十八世纪生活过，我不知道十八世纪比起二十一世纪书者为重要了，所以我真的很难回答。但我知道的是说这个没有断过的这个东西，从启蒙到现在已经很久了。然后它的重要性是一直相同的，对我来讲，所以我没有觉得说它到了这个时代有突然间的改变，最多只是说你进入这个社群的门槛降低了，你进入科学社群、进入网络创作社群的门槛降低了，所以这个社群的人变多了。那但是我觉得其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以前最早拉法叶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只有贵族，然后或者是家里已经非常这个衣食无忧，他才能做实验，才能写论文，对不对？对，那现在是任何人都可以做，但就那个base基数变大了，那其他没什么差别。因为我前阵子看了一个什么调查，说台湾的政府是全世界那个最开放资料，这是真的吗？但是他那个就是最基本的，就是最最基本的一些资料，好比像说桥梁的资料，就是地图嘛，然后投开票嘛，然后什么之类，就是说其实他比较是像是说你有水有电的那个程度，他没有要求更高的品质。但是以这种每一个部分都有最基本的开放，对目前当然是世界最好的。那你心目中的真正的开放那是到什么程度？我没有特定的设定。OK。对，我刚刚只是在解释那个数据的意思。OK。那我记得我上次写说啊，你说你是一个创新的推动者嘛？Connector。Connector 好。那对，那你想要传播的那种创新是什么样的创新？其实就是联系者的意思，就是我左边有一个社群，我右边有一个社群，那这两个社群之间可能本来说不上话，或者是本来不认识，或者本来有芥蒂甚至，对不对？那 connector 它其实并没有自身要传播的东西，它要的只是把左边的东西翻译成右边听得懂，右边东西翻译成左边听得懂，介绍他们认识，然后我就去别的地方了。就是去中介。对，那所以其实它其实在化学上这个东西叫 catalyst， 就是触媒。对，因为你在化学反应结束之后，触媒是不公共的，触媒就继续你做一个 catalyst。对，所以比较像这样。那你什么时候开始你是自觉的在扮演这个角色，还是说是不小心恰好你就是在做？其实我们人活着都是自动在扮演这个角色，是你决定你不跟某些人说话的时候，你丧失这个能力，对不对？就你可以用的那个棒联系减少，那一个人他只要不要自觉的去削弱自己跟别人的联系，他自然就会变成这样。所以你是一直都这样子？对，是的。那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从 G0V 到 V 台湾这些经验，你觉得台湾这种由下而上，或者由民到官的这种改变，这种民主呢，在世界上很独特吗？就是譬如后来你去巴黎啊，去葡萄牙讲这些，你觉得这是一个很独特的模式吗？是还好，也没有特别独特，就是说现在我们。像 G0V 的那个年会，我们要了15国的讲师，对。那15国里面大概有一半是比台湾先开始做，大概有一半是比台湾后开始。像这次缅甸啊、印尼啊，然后一些反正一些南亚国家都来，奈比多也来了，那就是有很多这些，那他们确实是来跟台湾学。
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里面有太阳花，里面有这个监票者联盟，里面有格兰维，里面有这些东西，那我们很想要，所以来学，确实是有。那可是其他的来的，像日本来的那个柴田重成，或者是Clay Shirky， 他现在在上海，或者是一些就是北欧也来了很多人，那他们跟我们是比较平等的位置，就是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适合他们文化的做法，我们有自己的一套适合我们文化的做法，我们都差不多做的程度差不多，但是我们有很多可以彼此学习，或甚至我们这边做的他们就不用重新做，反过来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边就是 peers， 它是同等的。那新的政府上台，你们这个模式还是会继续这样子运作？当然，因为我们第一天是张善政 Simon 做结束的 keynote 嘛，对，那第二天就会是新政府，那所以它其实有一个旧政府、新政府在临时政府交接，蛮好玩的，对，蛮好玩的。那我就想说，最后是你刚那天我一直在问大家说，唐凤是什么样的人嘛？就是说，因为我你可能。就是说，因为你从小就被定位是一个天才，到现在每个人还讲你的时候，还是用这个标签，你喜欢吗？或者是你比较希望人家怎么样去定位你，或者你自己怎么定位你自己？其实是三个问题。对，不好意思，我先处理哪一个？好，你想先讲哪一个都可以。好啊，我想一想啊，因为其实天才这个字是很后来才有的字吧，就是说它不是一个 well defined 的字，我记得好像是到好像三国志那个时候才出现吧，大概200年左右。对，那所以那个我是觉得还好啊，就是说它并没有特别褒义或贬义或什么，在当时有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它的意思只是说就是这个人他才能不错。这样子而已，而且当时也没有 social status 的意思，他就是像在三国志书里面讲的是张玉，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很记得张玉这个人了嘛，对，那对，那所以就是说我是觉得还好，他是一个很普通的形容词。好，那下一个是说我希望自己是不是对我自己希望是什么标签？对，我现在还是一个人啊，那还是希望别人把我当人看。那然后那有人不把你当人哦，好，不是当神看，是当人看。当神看，对，当神看没有好处。然后那对，那当然以后可能不一定就是人了，以后可能会变成跟机器结合什么之类的。那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那在此之前就是一个人类，我希望大家把我当人类。那别人如果把你当机器看，你会觉得？那是一种包，譬如说，我就觉得好像什么问你都可以得到答案，比较像机器。其实以前就是有一种人专门当这个，就是叫神谕。Oracle， 对不对？他坐在德尔菲里面，Delphi， 对，神庙里面。对，那个就有一点接近那种感觉，可是毕竟它还是一个 channel， 就是说是一个通道。其实是雅典娜在回答，对，不是他在回答，是阿波罗在回答，对，那我觉得这种感觉也没有错，因为毕竟就是说，我不管现在回答你什么，它其实是后面大概1000到7000，看你怎么算了的一个人类文明的汇聚嘛，对不对？那所以其实我只是一个中空的传道，然后我讲的其实也都是这5000到7000年来，就是到今天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并不排斥大家把我当做一个通道通往文明里面其他地方使用，因为其实我们做知识的人就是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位置。那你未来就说还想做些什么事情？你现在做一个通道，你未来还想做些什么？就是现在，比如说你在办这些各种的松，对，那未来有没有一些什么想法是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事？这事已经够不一样了。三年规划，未来10年，不是说你觉得还有一些 path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然后我们就可以说我未来10年之后我们就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像是说，你觉得你还有一些什么事情你想做，但现在还没有做？没有，我每天都是。觉得说我今日是今日毕，然后我如果睡觉起不来，那无所谓，这样。好啊。天哪，睡觉起不来，你说看不到明天那样。
就是我今天想做的都做完了，我睡前该布局的都布局上去了。嗯，对，那伊甸链要是没修好，这个伊甸链要是没修好，我只会睡不着。半夜不睡把它修好，真的，一点多，然后睡着。我在 Snake 上面那给你、啊，对 ，Oh my god， 没有没有，可是那本来就应该要修，我只是一直在等 Lino 回游戏，你知道吗？那后来他们的网管是到半大概快半夜才醒的，然后反正我们就半夜把它修好。其实我也真的没有那么大意，所以会让你焦虑的事情是像这样的事，而不是。可是他那个焦虑的尺度是用几个小时解决就没事。像你现在不会为什么事情焦虑，或者是说，譬如说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或我们这个行业，常常想说，哎，台湾未来应该要怎么办？有点，尤其是我们的发行人，他会特别焦虑这个事情。对对对。你现在会为什么事情觉得比较 long term 来讲会比较焦虑的？有的人是焦虑未来下一代的教育，像你呢？你我觉得我很好，都不会，我觉得地球在一个很好的状态。真的哦。对，我觉得党燕他当然会觉得是说，台湾的发展已经有一些部分超出他的理解，那个超出他的理解，我觉得是让人焦虑。对，我跟他在讨论三一八的时候，我很深刻的感觉到这件事情。对，那但是因为三一八也好，或者后来这两年发展，并没有超出我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因为不理解带来的那个焦虑。那其他没有任何的事情让你觉得你会想要，会比较可能让你焦虑，或让你愤怒，或让你都没有。哇，好，谢谢。气候暖化。气候暖化。其实只是比较极端气候。对啊，台湾真的没什么地方可以住人。没有啦，没有啦，没有没有，大概剩60%的土地，有人算过，就是大家就搬到山上而已，就台北市盆地消失。你不觉得人也要变少一点才好？可是我们现在是人自动就很少了，嗯，还没有暖化，人就已经少了。你看那两个 trend 是人先少，然后再暖化。我在不用担心。我在你看你那个对《解放报》里面的那个那个 interview 里面，你有讲到是说，那个时候太阳花学运，因为大家G0B 是大家看到政府的一个广告，经济部的一个广告，说你经济东南亚的对对对对，你当时我还没有在那个里面。哦，那你看那广告你会生气吗？譬如说像那种，因为要是我会生气，高嘉良他们当时发起G0B的时候，我就会已经参加了。哦。那我因为没有生气，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参加了。我就是在线上帮一些忙，但是他们第零次黑客松其实我没有去，而且就是我觉得说哦，我朋友做了一件很酷的事情，因为像 KC5 或者 CO 高，我们都是十几年的朋友，所以就会说那朋友做事我就帮他一点忙，可是我不会觉得那是我的事。哦 ，OK， 哦，那你反正很多年轻人都有一种使命，就是说我要改变这个社会，你有这种想法吗？那他们是有，我是没有。你很满意现在社会的？对对对，那这个你真的要去问高嘉良。对啊，你们两个好像不太一样，是很大。或你可能要问林长泽，或者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他们都是朋友，就是说其实会分享一些对这个土地的想法，或者感动，或者焦虑，或者这些。那因为我首先就已经怎么讲，就我脑里没有台湾两个字，所以我很难有焦虑。你觉得你脑里没有台湾这两个字是什么原因啊？我好好奇，这不是要写，我只是觉得好好奇。譬如说，你可能因为你是他可能没有，我们都是受那个所谓世界公民的概念。对啊，是啊，就是 cosmopolitan。可是这种东西是什么时候？你一出生就是这种，是就是他，你是怎么感觉到你是一个世界的公民，不是一个台湾？我觉得就是说这里有好几个东西嘛，身份认同怎么转换？对啊，我从一个台湾人，对一个民族主义台湾。谢谢你帮我补充，我就是想要。哇，太好了，有人跟访那个。这也蛮有趣的、啊。对，我觉得很有趣，很想知道的。等于说政治觉醒的在、对在什么时候？对，在生活，这是很有意思，就是说。我其实因为我都是看我爸妈书，对啊，书柜也书长大的嘛。那我爸他的启蒙其实是看古希腊哲学，对，所以其实我小时候看的中文书很多都是柏拉图对话录什么这一类的，所以他本来就不在台湾文化里面，那他是在很外面的那个东西。那另外就是我小时候还会看的是文心，哎，你知道文心吗？对，你是那一辈的吗？对对对，我比他小一点啊，比他小一点。我是作家本吗？啊，什么？是散文吗？不是散文，不是对，或者是郑南榕办的一些杂志，对，那或者是这个徐新良的那个选举万岁，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们家那时候也有这些、啊，对对对对，但是收在一个抽屉里啊，因为当时还没有解严嘛，对对对对，其实大家都是收在一个抽屉里，对对对对对，就是台大前面的书摊的书都对对对对下面，就是那边，对对对对，然后。
然后所以像那个乡土文学论战，我记得我很小就看完了，这样子。就是好像陈映真的人生我就没有看那么多，但是后来是把他小说补上。对，所以你要说台湾那个是最台湾的，对不对？对，你那个年代来讲，对，可是很多人的国家意识起、台湾意识启蒙是那是从那些东西起蒙。对，那可是因为我看那些的时候，我觉得我太小了，就是我大概七岁或八岁，我缺少那种足够社会化的状态，去觉得说我是李敖写的，或者是玉田聪写的，或陈映真写的因为他们的目标读者不是我，对，你知道我意思吗？对，他们不是像蔡志忠，所以没打到你。蔡志忠的目标读者是我，所以我看他的漫画会蛮有感觉。哦，对，可是我刚刚讲那些人的目标读者不是我，是比我大二十或三十岁的。对，所以我看的时候，我是用一种理智的方法去理解另一个文明，不是一个情感，对，不是一个情感。那等到我能够发展到社会化情感，大概十一岁、十二岁的时候，我已经在德国了。所以其实并没有什么，就是形成具体那个土地情感年代的时候。所以你会是有台湾意识的人，否则你不会做，没有，就是说还是把台湾放在一个还蛮前面的位置，否则你不需要做这么多什么。你知道我到巴黎也做一样的事情，我到巴黎也投他们的参与申请，我到巴黎也投票他们的参与申请，对，我去那个我在二十个城市办过黑客松。其中只有两个是台湾的城市，所以其实我没有特别挑了，真的。那有没有某些国家会不希望你进去？对，你有没有遇到打压，没有遇到排挤？当然，北韩主动来邀我进去。中国呢？中国有，其实很多中国朋友邀我去，我大概十年多前有去过北京，然后。二十年前也去过北京，对啊，那所以其实然后四川嘛，西藏，其实对都有去过啊。那对，那我想要问，就是刚刚我其实没有仔细听，但是好像没有一个所谓的从台湾转，就是关注的世界是一个在地公民，就是刚刚讲投票这些事情，然后。因为你从小就跟他的朋友，所以说感觉从小就是一个世界的人都是我的朋友，然后其实没有敌人。对啊，那这件事情一直就是从国小、国中、高中都是这个样子。对啊，所以说其实一开始就是以世界公民的概念在，就苏格拉底的那个概念嘛。因为苏格拉底他，苏格拉底的概念就是说他不属于任何特定的个人，对。然后他是不是以一个因为雅典当时很流行，就是说政治演说，演说的投票的去当什么大将军什么之类的，对。但苏格拉底并不是不参加，他有参加好像伯罗奔尼撒战争啊什么之类的。那但是他就是永远用一个私人的身份来参加，他就是在广场上面随便抓到谁就开始跟人聊天，然后那也不一定在哪个广场，对不对？就是雅典的、斯巴达的什么，对他根本没有差别。那所以其实他一直是用这种私人的身份在介入政治，他不是去议会，不是去元老院，不是去元老院是后来，对不起，不是去就是他们的市民议会，他是在一般人的市场上、广场上，甚至是我们在这边叫夜市，就是小吃摊，对，那边去进行他的活动，对，那其实我从小就是看他的这些对话长大，所以我会觉得是说那本来就是很自然的活动空间，这是人活动的方法。譬如说，你不会像苏格拉底被大家不爽，然后后来就得喝农毒药自杀。你觉得那个差异点在哪？我觉得苏格拉底当时他是就是民主派复辟嘛，然后那个回来雅典，然后要因为他们不能直接惩罚苏格拉底的学生，因为他有豁免权，他就只能流放掉他，所以他找了那个学生的老师，就是苏格拉底，然后说他煽动年轻人，让年轻人变成这个。我也不知道，觉醒公民啊，然后所以就有其中一个就是被政变了嘛，那但他不能直接罚政变的那个，所以就罚了他的老师，就是苏格拉底。对，那苏格拉底就有点戴罪羔羊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对，那他就是最后里面有一篇，就是他有一个很有钱的朋友一直在说你为什么不跑，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越狱？你为什么不去斯巴达？或者什么去哪里？对，然后苏格拉底就是很明确的说。就是说，其实生命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差别，就是我在这边死跟我在那边死，我已经年纪这么老了，我最多再多活三四年。那但是我是要作为一个就是贯彻我的原则的人死去，还是我是要作为一个
贯彻我的原则的人，然后像小偷那样子逃走，这样子。那然后那个很有钱的人就是说服他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可是大家都知道雅典的这个政变新上来这一派，他们是tyranny， 就是是暴政，是暴政。那确实处决他的人后来马上就被撤换了，然后就被推翻了。那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政府是暴政，那这个你暴政不以暴制暴已经很好了。你为什么不跑呢？你都已经知道它是不公义的，整个雅典都知道它是不公义的，这样子。对，那然后再就是说，那你对别人造成伤害，你觉得是一件好事吗？那个他的朋友就说，当然不是这样子。那他说，那别人对你伤害已经造成了。这个都是事实，你对别人再去复仇，再去做什么，那是造成额外的伤害，对不对？你并没有使世界上的总痛苦量减少，你是在增加它。对，那所以就是说报仇这件事情，苏格拉底跟那个他的朋友讨论了很久，然后就说服那个朋友说报仇不是一件好事。那所以他既不要报仇也不要逃走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他来讲，第一个他死了很差，然后第二个他不要再造成，对他不要再造成那么痛苦。对，那所以其实这个是有文本的，不需要我在这里。对，没有，我只是很好奇，他都已经了。那目前的饮料是有冬瓜柠檬茶跟一个是石兰红，那上面有两种，其他可以自己选择。那如果说那个披萨是素的话，我们有三个素食的披萨，大家可以看。你目前也不会觉得自己会被迫害，就是说，像我昨天才在晚上有个施瓦兹 ，Aaron Schwartz 的演会嘛，他就是被整个两天，对对对，因为他把法院的判决全部都公开，然后让大家看到他们很多情感的事情嘛，所以他们就随便找了一个小案子，然后求刑35年，然后被告他自杀，对对对，那是蛮惨的一个状况。所以当然，我觉得 Aaron 他的一个问题是说，他太不想波及到别人。所以他律师费都自己出，然后他去下载的时候也不是顾鹏一帆一起做，他是自己一个人偷偷的去 MIT， 然后接一台硬碟，对不对？所以到最后所有的压力是他一个人承受，那他受不了就自杀了，这样子。那像他死后的不到两个礼拜，蒙面就开始，然后我们等于是有一点为了纪念他这样子在做，然后我自己，那当时我就是有很明确的想法，就是我们要做就要40个人一起做。不是我自己做，不是叶平自己做，不是谁自己做，那他就变成像公民不署，就是说如果教育部要告的话，教育部不会告的，但是如果教育部要提告的话，如果他要学 FBI 的话，教育部不会了，但是如果他们要，他们是一次得罪40方的人，就不是像 Aaron 他一个人承担这个压力。所以的确你也看到一些迫害的潜力，然后试着去修正你自己，对，比较不那么容易被迫害然后自杀的状况。对。所以你这个是有意识的，是拉，不是拉大家，是要大家一起来做，而不是什么事情都是你自己在做。对对，当然是这样子，因为如果我们这个叫做 bus factor， 在那个开放源码里面就是叫做公车数，对不对？就有几个人被公车撞死了，这个 project 就做不下去。对，所以我们说，如果这个 project bus number 是3，就是说这三个人如果坐同一班飞机，然后那个飞机摔掉了，这个 project 就不见了。对，那所以对我们非常有意识的在增加这个 bus factor。所以哪一天我不在，像我现在半年就飞一次，现在快3个月飞一次欧洲。跟我飞欧洲说这边全部都继续啊，根本不需要我在才可以继续。对，所以其实跟我的关系已经没有很大。超级不偿失的啊！对，感觉非常不偿失。对啊，偿失无意义，偿失一样。不，因为我每次在想他的时候，我都会想的是，你是不是这辈子是上，你真的可能没有喝过孟婆汤，你上辈子事情都上辈子学到的知识，你这辈子都还记得，你为什么那么学习那么快啊？就是你平常每天都有保持运动吗？有保持，真的。对对，我的运动器材在里面。是跑步机吗？不是，是拜佛。就是 HTC 的那个。你可以打一套拳，但是你的那个身体的轨迹会记录在里面。好骇客任务，这种超级骇客。哎，你等下要开。对啊，待会儿玩一下。好。上次就拍过了。就拍过了，那不是同一套，这套是新的，这套是新的 HTC 新的，因为上次不是有提到一支笔吗？对，那时候没带来，这次带来了，有笔差很多，真的哈，有笔差，你可以，我觉得可以，看一下。
我问的差不多了。你怎么知道亲子那边那天是？刚好他们在做那个现场直播会吗？然后我就想去看看。然后就刚好。我那时候没想到要找你去拍。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忙去了。哦，那一天他也不错，棒啊！对，之后我又不小心破了一小张，他蛮喜欢的。对啊，真的不错啊，他很会拍，他超强，他很厉害，很厉害。那温室，对，我们到里面嘛，对，我们那边一个，然后等一下，我想这个环境我再设计。好好好，对，跟你们这些就尽量不要打扰到我们的工作就好了。当然当然，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好，先请坐。我也想去看，你先玩一下才知道我要什么。对。只是要打一个光照嘛，那还好。对，这就要打一个。好，就是你这个衣服很有意思哎。对啊，这是我们开放圆马年会的每年的衣服。真的 ？Postcard 的。哦。你们那个五月我在那时候。对啊，没有办法来。对啊。很可惜。很想去。好，第三段录影先到这边。